那这个花友呢有两个花一样的不哇塞了，是一个箱里边有两块的，一个是富贵绒，一个是对接白蜡。咱们呢先拆开先拍一个，下一期的时候再说另一个。如果说都很简单相同的病症的话呢，咱们就一次性给它过了，好吧。关于寄养再给花友们叨叨，就是不要钱，老阿姨不要钱，不出这个挣钱。还有一个呢就是养死了不赔，快递费要自己出，都成年人了，希望大家懂点事儿。好了，先开箱，这不没什么大问题吗？这个这不是挺健康的吗？我看着挺好的吗？寄过来干啥呀？嘚瑟吗？这个很好啊，这个没什么毛病啊。哎，花友养花尽量别用口小底儿大的，你后期你看它拔不出来，是吧？养的挺好啊，这不过这个盆我就给你淘换一下，换盆加土。不知道花友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我们棚里边养花的盆，你看底儿小口大，好拔出来，就加一点点土就行了，它这个没毛病啊。扔给我让我给它养两天吗？这个没毛病啊，没有什么毛病，就花友们注意这个事就行，这个没毛病啊，我就给它直接换盆了。换盆跟换土是俩概念，换盆就是换个大点的盆加土，养花的这个很简单啊。这话说老花姨，人家就想控制这么大，不想让它长大，那到时候你就修剪修剪那些根，再重新把土抖掉，再重新种到这个盆里边，就把土换了，对吧？换盆跟换土就这么点概念呗。这花友还难，一点都不难，会的不难，难的不会，也对，隔行如隔山呢。埋就不要埋得太深了，没啥事了，就放一边正常养就行了。这个盆有点限制它的生长，这个没事了，这个就完了，咱看下一个。这个也是给你，这个就更严重了，你看刚说那个，这个就来毛病了吧。不要用这种小口的，你后期你拿不出来。还有一个什么事，你看这里边特别的不透气，老是产生这种闷根，明白吗？它上面也要透气的，不让你们埋得太深，就是它上下要透气。你要是问老一辈的时候说你不接地气，就是空气进不去，它根系就烂，烂了它怎么长？它就嘎呗，它不就长不了了吗？它根都不长，它怎么长叶子？你看这下边这个根，看我轻轻一弄，你看全烂了，一直烂到这儿了。你这怎么救啊？你看这儿都是烂的，看到没？这就水大烂的，这一环的都烂了，这个已经嘎了，兔宝，这个没有救的必要了，这个已经死了，知道吧？下次你注意就行了。人话说你也给人救救去，我怎么给人救啊？这个都嘎了，嘎了，救不了了。老花姨本事就这么点儿，有话说你死马当活马医一下，医给你医。洗根换土没别的高招，只有洗根换土，动大手术嘛，真的存活率很低哈。先说上这家已经没救了，非让我救，救不了，这里已经这一圈的树皮都没了。我们老话说得好，人要脸，树要皮，电线杆子要水泥。你看这一圈都没有了，没有皮了，怎么给你救？救不活，真救不活。不是我不给你救，救不活了，我是能力有限。评论区里边看有没有大神吗？好了，这个也没啥，就是这位花友，你看这个还稍微好一些，因为它口比这个要大一些，你看到没？透气性还稍微比这个强一点，这个就没什么事。它这一个就不行了，就嘎了。它里边放的土也多，这个还放了点陶粒，这就是区别。有的话说非要放陶粒吗？放陶粒不一定能救花的命，但是能让花减少死亡率，懂这个事就行。这俩盆就纯粹一好看一摆设，养点小多肉那种长不大的东西，为了好看行。你要想养花就这种盆又便宜，看到没？好了，把它这个好好给它救救一下，这个也不能算是救吧，就给它重新种好就行了。你像老花一种来种去就杀菌药、生根剂、恶霉灵或者是小黄二号，来来回回就这些东西。有的话说看你好几天视频都这样。养花本来就那么简单，只不过有人把它故意神秘化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的话说那老阿姨你天天教会我们养花，我们都会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们都会了我才好呢，你们都学会了我就省得天天教你们养了，然后呢我就能卖消停的卖给你们点花，挣点辛苦钱，我就没那么累了。浇边透水，多晒太阳，先长旺嘛。很多花友就是现在养盆景就研究个型，你先养活、养大、养好、养旺，是吧？你养活了，你再倒腾的，就跟骑自行车一样。好家伙，上来你就想玩空中360，想玩杂技，
先学会蹬自行车，先溜着啊，好吧，这不错，就点个关注啊，这个花友这个没什么大问题，等长满了根系或者现在都可以给它往回寄，啊，以后注意就行了。它喜光，喜欢干湿循环，不要用那种口小底儿大的东西，花盆一定要排水透气，浇水干湿循环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每天给大家分享有用的养花知识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来了这会儿，嗨，嘿嘿嘿嘿。